欢迎收看天气报告。13:20的气温是26.2度，相对湿度57%，紫外线指数是6，强度属于高。同大家睇下天气图。广东沿岸普遍晴朗，风势微弱。幸及今晚天晴，但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，幸相当温暖，吹微风。展望未来两三天日间相当温暖，星期日晚上北风增强，星期一及星期二早上稍凉。睇下天气概况，和缓的偏东气流会在未来一两日影响广东沿岸，该区日间相当温暖。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星期日稍后抵达沿岸地区，该区天气稍凉，风势较大。受季候风影响，下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大致晴朗及干燥。最后同大家睇下世界天气。天气报告完。